小朋友好，我是晶晶老师，又到了我们注音符号图画 “bpm” 的时间。好，小朋友，请你准备好你的功课，把它拿出来，还有蜡笔也请你准备好。我们要开始我们的 video 喽。好，请小朋友打开来。OK，打开我们的功课，翻开来到这个呢。你找到了吗？好，我们来先看看这个呢。好，我们以前有学过牛奶，牛奶呢呢呢，还记得吗？好，牛奶，牛奶呢呢呢。可是呢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呢呢后面是什么东西呀？有看到吗？啊，这个是南瓜，南瓜。好，我想让小朋友来看一下，什么是南瓜呢？来，请看到这里。小朋友，你有没有看到南瓜？啊，这个就是南瓜。我们在 Halloween 的时候会有看到很多的南瓜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南瓜切开来的样子。啊，这个南瓜很好吃哦，小朋友，你有没有吃过南瓜呢？好，这是我们所认识的南瓜。好，现在我们回来看看南瓜。好，南瓜，南瓜，呢呢呢，呢怎么写呢？我们以前有学过呢，有移画。好，我们从一这边开始。一，好，呢呢呢，好，我们没有停下来哦，一画，好，这里旁边呢，要请小朋友来画呢，好，他要你这样子画，请你拿出蜡笔，跟着他这样子画呢。OK，好，这样会了吗？好，这是呢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的功课是什么？好，这个功课，请问你有没有看到小 baby？啊，晶晶老师看到了一个小 baby。啊，小 baby 在哪里呢？小 baby 在这里。小 baby 肚子饿了，我想要喝牛奶。I'm hungry，我肚子饿了，我要喝牛奶。好，牛奶在哪里呢？牛奶在这里。好，晶晶老师要请小朋友拿蜡笔，带小 baby 去喝牛奶。好，要从这里哦，小 baby 在这里。好，请你开始带着小 baby 去喝牛奶。找到牛奶了，好，找到牛奶了。我们小 baby 走的路就是一个呢，呢，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注音符号呢的功课。好，现在呢，晶晶老师要请你把你的功课拿出来，蜡笔拿出来，自己翻开来呢，南瓜，南瓜，呢呢呢。好，请你把这个功课写完，好吗？好，今天我的功课讲到这里，我要跟小朋友说，谢谢小朋友。